Hello, hello. Good evening, everyone. Hello, My hello. name is Rexine. Good evening. I'm Helen. 讲英文的。 我双语言。 We do dual language. Mandarin. Because she's more comfortable in Mandarin. 我们就讲华语，快点哦。讲华语。 OK, 来。 对对对。 So basically, we are actually gonna want her to share Helen to share her. Eye vision testimony, because I heard she has very, very, very great testimony. So, we're going to change channel. Change channel. Okay, I'm Helen. I'm from KL. 在这里生活了。什么让你想要 try 这个 eye vision 的？其实我是好奇，起初是有点带点好奇这样子。eye vision 对眼睛很好哦，不如 try 一下。我 try， 我觉得很不错。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有那个老花眼，然后有散光的问题，所以 after that 我 try 了三天过后，我就感觉到我的眼睛就没有这样累了。三天哦，嗯，三天。那你一天吃多少包？早上两包，晚上两包。OK，然后一天吃两次，四包，早上跟晚上一次两包。 OK， 然后 after that 我就 再 try， 每天都 再 try， 所以 beginning 就是我的眼睛就是感觉是水汪汪一点咯，不会这样子很像水汪汪。OK， 是感觉是，眼睛哦就会慢慢越来越会可以睁得很大，不会说很像每天眼睛很重，眼皮很重这样子，不会，说慢慢就减轻，然后就视线就开始清晰咯，这样子咯，然后有时候我们睡觉啊，我通常晚上睡觉我就会关完灯的，所以到半夜有时候醒来了，我就很喜欢耍手机，所以我就。 每次我刷手机嘞，睡不着了嘛，突然醒过来，然后就那种冲着手机的那个光很浅，很 blue light， 就很 bright，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就很不舒服嘛。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样子看着灯，我们的眼睛哎呦这样子，可是现在我这样看不会，不会，因为。 你会可以接受那个光，所以这个是第一咯，然后第二就是那种好像你外面很热啊，真的这样子哦，那个山就很 bright， 所以你会感觉到你的眼睛要戴黑眼镜，可是这次走出去你不会感觉到会很眼睛很痛啊这样子，这样是啊，所以然后。 肢体方面看肢体方面呢，就比较慢慢就会比较清晰咯。好像我有老花眼嘛，平时文件放在我桌子上来讲，我就感觉看不是很清楚。所以现在哦，感觉是50%，可以看到很清晰。你没有戴？还需要戴老花眼镜吗？还是多多少少会，可是我尽量不去戴它，所以因为我会感觉它会越来越好。 所以我对着电脑来讲哦，我就眼睛没有不会累。你吃了多久啊？我吃了两个星期多，大概有两个星期多了。我两个星期就可以，差不多两个星期多，差不多18-19天这样啊，到现在目前为止。所以你在一个礼拜，你就会看到很多效果，然后你就会感觉越来越开心。 因为眼睛你看到很多东西，你看到很亮。所以有时候我晚上驾车我会戴眼镜的，因为我有散光的问题。last few days，last Tuesday，之前前几天。OK，two days ago 啦。啊，two
去另一个啊啊，所以我就驾车回家。嗯嗯 ，after training， 我在比利时这边，然后我就会，我就看到，平时我会看 signage， 它是有打灯出来，那个字体我完全是看没有的。哇！说这一次我回去哦，看得很清晰，说我。HD 的感觉，说那时候我一路驾车，刚好我跟我妹妹讲电话，然后哇一路讲越讲越开心，我就越看那个字体，又越看得越开心，看到越来越清楚，清晰，对对对对，说很多字体比较小的哈，我就越来越看得更清楚，所以也算蛮开心啦，每一天都说很开心的，看到很多以前可能。比较模糊一点，现在看到哇，原来这样清楚，是看得很清，比较清晰了。才十九天罢了。对对对，是真的，真的很开心。一天四包，哇，他的那个视力哦增加好了50%。是啊，50%。老花眼啊。我今天就有在做工嘛，我说我也是看了，看到字体出来了，字体出来了，之前是蒙的，说字体出来，它是有点。不算很清晰啦，没有说这样 HD， 因为老花眼嘛，不是说这样容易看。其实你老花这个多久了？其实我比较迟老花眼，说我是因为我是散光，说了，因为我是对着电脑太多，都变成开始老花眼。我应该没有记错，我应该是52、53才老花眼。哇，这样多。很不错，这样子。所以我很多30多岁就开始了，对，已经开始了。说，其实我是散光，我也是尽量不去戴，说也是没有办法，我们还是驾车危险嘛。啊，对，说一定要加，对，说有时候眼睛干啊就会痒咯，这样。现在还会，应该不会了。起初我吃I Vision 的时候会痒。会痒，就是眼角这里，眼角这边跟这一边它会痒，说现在慢慢消了，它还会有一点点痒，我不懂是不是一个调理的反应啊？对 okay, 其实这个调理反应哦，我在刚刚吃那几天的时候，我这个眼皮这一方这边也是很痒哦，痒了几天过后，它又没有事了哦，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对对，我也是有一个眼睛不了，因为我长期我很喜欢揉眼睛的，对，因为有很多那个眼分，我很喜欢揉眼睛，然后那一天吃了不，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我就有这样子的反应了，很快，你大概一个星期后你会感觉到你会有一点头，我自己本身我会感觉到会有一点。很像爱睡觉那种，很像头有点痛这样子的，说因为你可能不懂是不是他要我们休息，要休息给他修复啊，白天不会，晚上罢了，就是那个时候好像要叫你很好睡，真的很好睡，这个他的这一部分你就会感觉到会有一点很 relax， 不会很 stress， 对，只是眼皮就可以，眼睛跟你睁大一点。然后我们自己发现到我们是眼珠哦，是水汪汪的，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人他眼睛没有神，对，没有神，所以你我会感觉到那个眼神会越来越的 bling bling 啊，所以 bling bling， 没有你眨眼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眼球的那个视度有一个视度，不会说有时候很累啊，那个眼睛哦开不到。有时候好像有时候觉得重，眼皮重重这样，眼皮重重这样。其实是很多好像对三 C 产品多的话，都是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眼皮过重的问题。但是看个人嘛，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治疗过后，它真的会慢慢的帮助改善。对，所以我相信我的眼睛也是大了很多。这个是你要拍照了。是，因为以前拍照拍得很不满意啊，就眼睛小小粒，很像是真的看不到，那个眼睛是真的大了的。所以我就看回以前的照片了，跟现在比哦，现在眼睛可以看到眼睛。因为早期我看你的时候眼睛会比较小，真的现在眼睛会比较大。可以开了，他们都在干所以以前我要这样瞪眼睛要。
这样啊，很辛苦啊，我很像个整个眼球要吐出来这样子。可是现在呢，那个眼皮这样很自然，这样很自然，它就这样双眼皮也跑出来了。来人美了，有自信了，有没有？就拍多多拍照了哦。是啊，因为以前我的眼这边眼睛是这样子掉下来的，嗯，所以现在它会慢慢。很好，因为哦，你看到、哦、现在是 technology 是 electronic 的，说迟早都会有这个问题出来的。说以前的人都不戴眼镜，现在的小孩子你看到、哦、两三岁你就戴眼镜了，没有就是戳眼睛哦。我最近吃了 iVision， 我很多去看一些 parents 啊，我就会问他们的孩子有没有眼睛问题，他讲是我儿子孩子啊一直眨眼啊这样子，其实。是不好的一个，因为久了变成一个习惯，然后以后不懂什么事情，甚至有些我说你有带去看医生吗？有300块看一次一个医生，还要倒回去看。我是觉得 ，why not to 我们自己 try 这个东西？你没有 try， 你 never know。说等你 try 了，你就会知道。说然后你就会知道怎样去 prevent 这些。Of course， 营养的东西我们都还是要带嘛 ，because nowadays 啊，很多那些 virus 啊，所以现在可以说是我们活在与那个讲 virus 啊共存啊，与病毒共存，与病毒共存的是、现在可以讲是时代了的，说怎样我们都要去 prevent 除了我们的 eyes 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 nutrition 的 product 啊，就是一种最好是 boom up 我们的 immune system， 所以我们的 immune system strong enough， so whatever 就比较可以 prevent 的，所以不要等到要看医生了啊才来，哎呀这样那个费用更高，对，说真的预防胜于治疗。然后假如有身边朋友跟你们讲起一些 help for that， why not give them the chance？ then to present and whether you consider or not consider to buy。Correct。And good news， this product is launching next month， 1st of April。Yeah。Yeah。That is not April Fool 啊。Not April Fool。It's true， it's true 啊。First of April is launching 啊。So who can even get the ticket？ Yes。Come and see me。All right， thank you so much。Okay, bye.